Hello， 大家好，我是 Norman， 今天会介绍一只比邦顿 EasyCam 用的弹弓扣。很多人都好像我这样买了回来帮了回来都会换那个扣的水龙头，一来比较靓仔一点，二来就说可能有些朋友可能配颜色。其实这些扣的有个不好处呢，就说你拧出来的时候呢，它是会那个丝扣会转的。虽然我这只已经有了个弹弓，但是顶住它，但是都转得很犀利的。有些坊间有些话是有磁铁直接不转，其实我好像未见过木不转的。其实都无所谓的，但是说当你扭回入去的时候，对就很难，那个丝扣很难对住那个那个铰的，那可能要两只手的。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个是给Bonton EasyCam 用的那个弹弓扣了。其实它是一个英国人设计出来的。一会我会说是怎样订或者是怎样 download 它的 file。其实我看回就其实都很简单的，设计很简单。其实就将那个铰位和那个丝扣就是顶住。中间那两条很幼的条东西就是一个弹弓来的。其实就是我看落嘢好似都是唔系咁实净啦，所以都系当时就系试订咗两只翻嚟睇睇。而家装翻上去睇睇，大家个效果其实就好似冇佢讲咁好嘅。不过当然嗰个丝扣啊系冇咁乱咁揈啊转啦，但就话可能我第一次用啦，咁系就唔识就个力啦。如果是就相对来讲就比一般的你那个一个水龙头令到那个丝扣乱咁转就会好啲啦。其实就是我觉得就如果是大家一个好奇心态可以订返嚟玩下啦，因为其实都唔贵嘅。咁我因为我只係订咗两隻啦，咁个加埋运费呢其实就要$50-65一隻嘅。佢個運費咧，其實就話我睇翻咧，四隻、六隻、八隻得咁樣嘅。如果甩，你個將個運費係攤分咧，咁基本上可能係$51，唔使一隻都得。另外就話係我一陣會介紹翻佢你點樣訂啦，同埋係佢其實呢個可以係免費俾你下載個檔案去打印嘅。如果你玩開3D 打印嘅朋友，其實就可能係材料費，可能講緊都係。几蚊嘅啫，咁我以前咧就系试过下载啲翻到啊，喺香港揾人去打印出嚟啦，其实都几贵，因为佢开机费都过百蚊噶啦。咁其实你订嗰时候可以你睇翻个网址啊，咁样可以上翻去啦。咁就我订咗两只啦，咁就基本上系因为佢 UK 之外咧，佢就另外加3磅嘅运费嘅。咁你如果訂咗兩隻咧，咁加埋大概係13磅啦。咁如果訂多幾隻，其實個 UK 嘅運費加埋個 shipping 嘅運費5磅咧，其實都一樣嘅。咁都係咁你可以攤分幾隻咧，其實就可能係大概係$50隻，甚至少過$50隻都得。咁如果你想保證一定收到嘅，咁你咪加嗰、那個掛號款咯。另外咧，其實你可以下載佢檔案嘅。这个档案是免费下载的，咁佢都讲明噶啦，咁当然佢想你买啦，咁但你可以下载免费，其实佢用咩材料，其实佢都系有建议噶啦。咁我订翻完咗，其实个零礼拜就收到噶啦，普通空邮啫。好啦，今次介绍呢个 EasyCam 嘅弹弓扣就系到此为止。咁如果你想再日后收睇我有关于Bonton啊啲短信啊。或者我的旅行單車旅行的短片，可以訂閱我的頻道，按鈕鐘仔，我一發短片就可以收到通知了。最後多謝大家收看，下次再見，拜拜。